直击戴安娜王妃绝版旧照，盛世美颜的英国玫瑰惊艳众人。1981年7月29日，戴安娜穿着 Elizabeth and Vivian Orwell 设计的婚纱，嫁给了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。戴安娜也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新娘，她如愿成为英国王妃。这场世纪婚礼极具经典，全球有 7.5 亿人通过电视观看婚礼直播。戴安娜王妃美貌无双，举手投足间尽显王妃范。最让人难忘的是她那天使般的笑容。婚后她的头衔为威尔士王妃、康沃尔公爵夫人、切斯特伯爵夫人、卡里克伯爵夫人、罗斯西公爵夫人、伦弗鲁男爵夫人、群岛领主夫人、苏格兰王妃。戴安娜王妃婚后跟随查尔斯王子四处出访，她的笑容温暖甜美，无一例外地获得各地民众的爱戴与崇拜。这样接地气的王妃，眉目流转，顾盼嫣然，惊艳至极。她的装扮也极具浓重的王室女性典范，每一套衣服问世皆是全球时髦女性们效仿的对象。戴安娜王妃是英国皇室最受爱戴的成员，尽管她的婚姻和丑闻缠身，但她仍旧享有很高的人气。与此同时，王妃也是一位很爱家庭、爱孩子的合格母亲。哈里王子曾如此深情回忆，她是我们的母亲，现在还是我们的母亲。当然，身为儿子，我会说，她是全世界最棒的妈妈，她用爱浇灌我们，这是肯定的。戴安娜王妃被公认为是漂亮、优雅、健谈的王妃，她将自己所拍卖的79件服装所得350万英镑全部捐给慈善事业。她的品行深深地感动了普通人，尤其是苦难之中的人们。戴安娜王妃是如此的美丽，也是如此的善良，人们永远不会这位盛世美颜的英国玫瑰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